个大拳头放在鼻子前面，不是嘴巴里面哦，应该放不进去嘴巴里面。来，所有小朋友，我们开始一起许愿。希望呢，今天所有参加活动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快乐、很开心。爸爸妈妈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开心的学习，一起开心的、快乐的成长。也希望呢，每个小朋友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上学玩乐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双手打开，放在嘴巴旁边，打算一起吹蜡烛，但是口水先吞到肚子里面。蜡烛用吹的，不是用口水浇熄哦。用口水浇，大家都不能吃蛋糕了哈。一二三。1, 2,